讨厌扫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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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燕燕，我真希望今晚盛大的萤火晚会马上就开。你呢？我讨厌萤火晚会。今年的萤火晚会会办得很隆重，是吧，多多？是啊，准备这个晚会可真不容易。我想休息一下。我也是，可我知道谁能帮我们一把。谁呀？依依，他来了。喂，你好啊，依依。你好啊，聪聪，现在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嗯，这回他可问到了。我们有几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因为我必须全力组织高水平的庆祝活动，而舵舵呢又必须帮助我，就请你。我这个烂精灵不能说不行，总是说行其实办不成，这是为什么？为啥要争呢？我不敢说不行。哎呀，依依，我正要找你呀、啊！你看我这么忙啊，我请你抹完面后把这些石头运去给玲玲啊。啊、哦，当然行，仙姐，难道我不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你能给我一杯杀生汽水吗？行。这是姐姐说你要的石头，把它放在哪儿啊？依依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行。哦，把石头放到墙上面来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吃饭，我给你带饭菜来。我想到河里去游泳。依依，我这有件差事，你能帮我完成吗？啊？行啊，玲玲，好吧，你就去痛痛快快的玩个够吧。喂喂，萤火晚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干得好啊，我的孩子们！你们要准备今天晚上抽签，看谁去取狐狸火。弟弟，你帮我做好花环了吗？啊，差不多了，蓝妹妹，等我一做好就。哦，依依，你答应给我做的装饰品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啊，依依，哎呀，你能帮我做吗？妹妹，我需要他来帮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答应了答应了，行行，可以，行行行。不高兴了。啊，伯伯，你能跟上拍子吗？能，这真是好极了。讨厌音乐，我也讨厌跳舞，有时这样。依依，你不跳舞？我累了。啊，我喜欢看到我的孩子们尽情的欢乐，干了这么多活也值得呀。我们干活？哦，我们干了很多活。依依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爸爸。依依，你为什么不和你的伙伴们一起去玩呢？我不知道，爸爸，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，爸爸。嗯，可是其他弟兄并不累啊，他们玩得很起劲儿啊。那是因为兄弟们都让我帮他们做。哎，爸爸，爸爸。哦，差点忘了，现在到抽签的时候了。可是，爸爸，可是，他们就知道玩。大家请注意了，爸爸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。是这样，在这古老的萤火虫节日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们要举行一次抽签，来决定谁去取狐狸火。狐狸火，狐狸火，狐狸火。
谁要是抽到了，就要在明天到大沼泽地去把神圣的狐狸火取回来。只有用这种狐狸火，才能点燃我们的萤火灯笼，才能开始我们的萤火晚会。但是在取火的过程中，必须非常小心，不要扑灭了狐狸火。现在你们每个人都从篮子里边拿一个果子，谁拿到绿色的，谁就去把狐狸火取回来。多多，多多，爸爸，轮到你了。来了来了，爸爸。啊，帕帕拿到的是绿果子，祝贺你帕帕，祝贺你成为取狐狸火的蓝精灵，祝贺你啊帕帕。明天你要用狐狸火点燃这根火把，祝你成功。帕帕爸爸祝贺你，帕帕爸爸祝贺你。谁呀、啊？请进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吵醒你。又怎么了？你们这些人呐，都快把我给烦死了。怎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对不起，我只需要请你帮忙。啊不不啊！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猜的。我怎么样才能干完这么多的事情呢？祝你好运！大沼泽地，好家伙，这个地方是湿的。老天爷，我永远不再为别人办事了，永远！我怎么看不见狐狸火呢？我怎么才能找到啊？狐狸火、到这个地方来找狐狸火不成问题呀、啊！这比我想象的容易多了。狐狸火熄灭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灭了我的火，给我带来痛苦。很好，现在我们必须等帕帕把狐狸火带回来。我只希望大沼泽地上的雷雨不会把他吓得惊慌失措。他要快点才行，天都快黑了。你他在哪儿啊？他现在刚回来了。我只希望没出什么事儿啊。如果真的遇到了可怕的事儿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当时要是不那么胆小就好了。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去做，我必须去找他。让我再想想，去不去？不能去。爸爸，鼓起勇气，依依，我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，爸爸。爸爸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爸爸。一会儿我们就要点燃灯笼了。我要问你一下，你是不是很小心，没有把狐狸火给弄灭呀？啊，对，爸爸。如果
果真的弄灭了狐狸花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会把那沼泽妖怪惊醒的。一会儿见，爸爸。沼泽妖怪，我真希望依依没有清醒的。我来了。见过爸爸，他说他已经。我们集合起来干什么呀？爸爸在哪儿啊？火把拿回来了没有啊？时间不早了。我讨厌等待。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怎么回事？你好呢？有谁见到爸爸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爸爸，昨晚我在依依的屋子里看见过他。依依的屋子里，今天有谁见过依依没有啊？没有吧。哦，我想这次我明白了。依依，依依，开门！救命啊，爸爸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是谁呀？那是谁？这！我的天哪！他们把他带到村子里边来了。带谁来了，爸爸？沼泽妖怪，他们惊醒了妖怪。沼泽妖怪！快，大家都离开村子！到河对岸等着我，快！是爸爸。哎，妖怪来了，我跟走。爸爸，你来呀，爸爸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灭了我的火，给我带来痛苦。爸爸，找妖怪，妖怪。爸爸，我记得你说过你没有扑灭狐狸火的。我扑灭了，不过我不是故意的。也许我要强调一下就好了，现在需要有人回到大沼泽地区重新点燃狐狸火。你是说要回去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灭了我的火，给我带来痛苦。我还是我回去吧，狐狸火是我扑灭的。我也去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嘛，我的。你们不害怕吗，怕吗，依依？谁怕怕呢？好吧，拿好这张纸，在必要的时候念一下，他会保护你们俩的。去吧。是爸爸。记住，害怕不是坏事，谁都有害怕的时候，啊？是爸爸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怕被人认为是害怕，谁都有害怕的时候，即使是我也会的。对，
即使是我，有时也会的。我们大家都会害怕不同的东西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怕被人认为是害怕。谁都有害怕的时候，即使是我也会的。对，即使是我，有时也会的。我们大家都会害怕不同的东西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怕被人认为是害怕。谁都有害怕的时候。妖怪来了！来了！妖怪来了！什么大妖怪？他的牙齿有这么长，还有……通通，我叫你撤离，免得引起骚乱。好好好。爸爸，妖怪怎么办？沼泽妖怪要回去的。可是依依和泡泡怎么办呢？爸爸，他们在给妖怪引路呢。给妖怪引路。到了，爸爸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点燃狐狸火就行了。哎呀天哪，让我喘口气儿吧。快，爸爸，妖怪离我们不远了。哎呦，爸爸，那只卷儿。对，吃卷儿，吃卷儿！古老的夏夜神灵，快帮我们把善恶辨明！关键的时刻，请给我们力量，勇敢地把崇高的职责履行！妖怪先生，那狐狸火是我扑灭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向你道歉。你来点火！不行，你是取火的，你来点。我这里只有你才能点啊！这，爸爸，快点！说的对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点着了，我点着了，我点着狐狸火了。请你依依，要你去做我该做的事儿啊！不要紧的，知道吗？刚才你还是勇敢的，是有你的帮助。嗨，你老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月亮快升起来了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爸爸，他们在哪儿啊？可能那个沼泽妖怪抓住了他们，还请他们俩吃饭，还有那……安静，匆匆。他们会回来的，我只希望他们能在月亮升上高空之前回来。他们回来了，他们把狐狸火取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早就说过他们会回来的，我常常告诉你们不要这么疑心重重的，我经常这样告诉你们。这是我收藏的最好的杂物，这个果子看起来已经腐烂的差不多了，拿着吧，苍蝇。来，孩子们，现在该起来清扫这些垃圾了。什么垃圾啊？依依，请你帮我把这些垃圾倒一倒啊，听见吗？
喂，意义，意义，你把这些石头推到那个……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说了些什么？哼，以后再也没有谁让我帮他做事了，再也没有。我不是个胆小鬼，我不会再怕谁，再怕谁。哎，意义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能不能够帮我那个？不，意义，你能帮助我？不，你能帮我吗？意义，不，哦，意义，不，不，阳光，意义，意义，我正想问问你能不能。不管什么事，回答都是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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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邀请你去吃中午饭。啊，吃中午饭？我想这件事还是容易的，当然行，当然行。哎，蓝妹妹，等等我。